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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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翻上。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的特色。慧净法师呢，也总结为四句话，十六个字。我们这些天来的讲学啊，也是在说明这一点。所以四句话：一、本愿称名；二、凡夫入报；三、平生业成；四、现生不退。那本愿称名呢，是指我们以善导大师的《观经疏》解释流通分的，所以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思想啊，他的宗旨，这是修行的方法。称名啊，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之所以称名呢，因为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所选择的这个修持的方法。因为念佛啊有多种，以善导大师的思想就是持名念佛。那么持名念佛这里呢，用称字呢，是显示口称阿弥陀佛名号啊，口称。那么口称阿弥陀佛名号呢，它是来自于观经，如同我们学的观经下下品，以下下品意业十念，苦鼻十念，没有办法这个意业啊失去意念佛名的能力，以这样的众生呢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意行之至极。那么善友呢转交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所以呢这个口称是显示啊本愿至极之意行，最容易的。即使是再怎样心中啊慌乱恐怖苦逼思念，也能做得到的。阿弥陀佛本愿呢，以此意行而摄受一切众生的根基。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生生相续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顺佛本愿，决定往生，所以不在我们心中啊觉得说有妄念啊没有妄念啊，清净啊不清净啊，业障深业障浅啊，不在我们自己自心里边啊去找解脱之源，找这个出离之源。我们的这个自身不管怎么样净啊染物是净是染，一切呢不论，只能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凡夫入报呢，是指哈，但以口称南无阿弥陀佛顺佛本愿呢所得到的利益，若论其根基呢，就是九品凡夫，虽然有大乘善的凡夫、小乘善的凡夫，还有世间善的凡夫，那么还有呢恶业凡夫、存恶无善的凡夫，那总之这九品人呢都是凡夫的体性。那么凡夫之人如何能到弥陀报土呢，也正是因为啊称念弥陀名号是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的缘故。所以善导大师啊像这两句呢都是一个法门的根本，那么这也是善导大师呢楷定古今的地方啊，在对观经的行法修持方法，那么楷定为呢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才是观经一部的归根结底的结论。这是因为顺服弥陀本愿的缘故。那么第二点呢，楷定观经的九品根基啊并不是圣人啊，也不是上根立志，总之呢九品都是凡夫，是寓言不同，但以寓言不同啊
制令酒品差别，因为所遇的因缘不一样，才有酒品的差别。那么这样的凡夫呢，以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做强缘，其入弥陀报土往生的地方呢，是究竟无生无灭啊，涅槃的境界。那这样就是所谓的凡夫入报。这报土的境界呢，是三老大师啊所判，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报土啊，往生的地方呢就是报土，没有化土的。那么只是在这个报土当中呢，有的是有莲花啊，在花胎之内要待多长时间，那这是呢《观经》里面也有讲到的。这也是我们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的一个特色。其他所主张的呢，认为凡夫不可以直入报土，要能往生的话，就是比较低的地方，凡圣同居土啦，比较低劣。那么这个善导大师也是楷定古今的，以凡夫乘佛愿力得以往生弥陀报土。第三呢，平生业成。平生业成啊，就是指不等待临终的时候。当然如果临终之机，那就是临终业成。业呢是指往生净土这件事啊，这个业事，往生净土之业啊成就了，就是决定往生。那么称念弥陀名号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那我们平时念佛啊，一念一念信心发起，念念称名相续，那么是彼此生永不改转。在我们平生活着的时候呢，往生大事已经定下来。那么既然如此的话，临终啊，不论什么缘，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在什么因缘情况下命中这个都决定往生西方净土，那这样才叫做正定之业。不然就有不然的话呢，就还有不确定的因素。那一般所讲的净土法门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啊修行啊，或者念佛，或者积功累德，那平时呢都不能确定，直到临终的时候呢才确定。那么怀着一颗恐惧不安的心，这个是善导大师思想呢有不同的。第四点呢，现生不退。现生不退呢是指哈，相对于往生净土之后得不退转再说的。往生净土得不退转呢，就是大家共同认可的。那么善导大师的思想啊，你今生呢专修念佛，所以他也有解释光明遍照摄取不舍，说是这个蒙光触者心不退，蒙受阿弥陀佛光明的摄取啊，我们呢一心念佛，就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了往生西方净土，所以这个也是叫做现生不退。那平生业成呢，是指平生相对于临终而言；现生不退呢，是指我们今生啊，相对于命中之后往生净土而言。那平生业成是指呢，往生之业已经完成了；现生不退呢，是指我们现在啊，就能够得不退转，那么往生净土呢，就快速正果啊，是有这种种利益。因为龙树菩萨解释这个不退啊，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自力。难行道，那个修诸难行，久乃可得，或堕声闻，辟支佛地。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以阿弥陀佛本愿力故，若阿弥陀佛本愿如是，若人念我称名自归啊，即入必定。那必定就是不退转。那这个不退转的位置非常高，人能念是佛无量力功德，即时入必定，是故我常念。那这是以现身呢进入不退转地。当然我们的身份，我们本来本性的身份呢，还是凡夫众生。像这个印光大师也赞叹了，如果专修念佛的人，虽然在此界没有往生西方呢，但是必如太子堕地，跪亚群臣啊，种姓已超在二乘之上。就他这个人就好像太子啊，就生下地来了。太子生地之后，虽然对国家还没有贡献，也种种这个治国安邦的策略方略没有学会，但是呢他将来必定要做国王，所以呢一些群臣呢都向太子敬拜。那么专修念佛之人呢，就好像太子堕地，这样就说他本身，我们本身啊没有什么德，
没有什么行持，可是呢位置很高，所以不退转地，就是凡夫菩萨格。虽然是凡夫啊，具有菩萨的这个功德，乃至呢具有阿弥陀佛果地啊上面一切的正觉功德，这个就是佛力所回赐，这来形容呢阿弥陀佛他的救度。那善导大师呢是依据我们净土三部经来建立净土法门，特别呢是依据这部观经啊来展开净土法门的。不过善导大师呢对观经的解释啊，他是站在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立场上，也就是以大经无量寿经呢四十八愿作为一个根本来解释观经，来看待阿弥陀经。所以在善导大师的思想当中呢，这三部经都是一味的，在观经书里边呢也有几处提到。那么就无量寿经来说呢，也有人讲啊，这个四十八愿呢是一个整体啊。那么突出第十八愿，因为善导大师的思想是以第十八愿为宗旨嘛，这样会不会觉得不完整啊？觉得有所偏颇，是不是四十八愿呢就割裂了？那这些理解呢是不会这样子，因为呢善导大师所就是说。这个四十八愿呢它有一个核心，有一个宗旨。四十八愿呢在我们佛教名词当中啊有本愿这个词。那么本愿的本呢有两种解释方法，一个呢就是因本，一个就是根本。那么所谓因本是因果相对，它果上成就的这个果地功德啊，探求它因中的原来因中的发的誓愿，这个呢叫做因本，以因为本，你才有果，果就是末了，才能结果。那么这样呢，四十八愿呢都叫做本愿。比如说到极乐世界啊，没有三恶道。那么没有三恶道，为什么没有三恶道呢？是因为当初法藏比丘发了第一果无三恶道这一条本愿，那么才呢没有三恶道，现在的果报没有三恶道。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四十八愿它并不是呢。好像是平铺罗列，像一个盘子里边就装了四十八个珠子一样，它是呢有一个贯穿不变的宗旨。那么这个宗旨，这个核心啊，这个根本，这个目的就是第十八愿，这个是根本中的根本。所以根本呢，就像树，它有这个根啊，这个才是长出来，上面才有枝，才有叶，才有花果。那么第十八愿呢是整个四十八愿里面的核心，所以呢称为本愿中的本愿。在无量寿经里边，比如七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那也是以这条愿呢作为本愿。这就是要四十八愿的通明，而特别呢给予第十八愿。那么善导大师呢多次所提到的，就是以这个第十八愿呢来作为本愿。因为四十八愿的核心和目的啊，它唯一的目标呢是要四十八愿，大致来讲呢，它是分成这几个类型，就是说我要成为就是叫摄法身啊，摄国土和摄众生，我要成为呢怎样的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有关于佛身它本身的誓愿，这个就有第十二愿、第十三愿和呢这个第十七愿。第十愿呢就发誓说呢，我要成为一个光明无量的佛。第十三愿说呢，要成为呢寿命无量的佛。第十七愿说呢，要成为十方诸佛称仰赞他名号的佛。这是就佛本身所发的誓愿。那么还有呢，就这个国土，我要成佛之后成就的极乐世界呢是怎样的极乐世界。那么这里呢有很多愿，比如说我所成就的国土啊没有三恶道，往生我国土的人呢不再堕落三恶道，到国土的众生呢都是身皆金色，无有好丑啊，都得种种神通，得种种的利益啊，开种种智慧。这个四十八愿里面呢也有很多愿。那么这个国土如此的微妙，佛身呢是如此的这个高贵，
这个成就国土和成就佛身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众生啊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没有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成为这样的佛毫无意义，那么成为这样的国土呢也毫无意义。所以他的目标呢是在这个地方。以此来讲呢，由于第十八愿而生发出其他的各啊每一条愿，所以成为本愿。比如说第十八愿说呢，设我得佛啊，十方众生至心心乐，欲送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么设我得佛呢，就是这个要成为的佛里边，它就含有第十二愿、第十三愿乃至第十七愿的内涵。我是要成为这样的一尊佛。那么十方众生呢，在其他愿里边或许有讲到，或许没讲到。那么第十八愿里边所说的众生啊，就十方众生，你若不往生的话，自我不取正觉。那第十八愿的当愿的意义呢，就是令我们十方众生去往生。那欲生我国的国土呢，是往生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包括第一愿、第二愿、第三愿等等，是没有三恶道了，不跟三恶道了啊，是往生到这样的国土。所以以第十八愿来讲呢，它就包含了整个四十八愿的内涵。那么所以善导大师啊，他在观经书里边啊，就有几处说到，说四十八愿呢为标端念弥陀名号得生啊，四十八愿呢为名端念弥陀名号得生。四十八愿呢只是说明这一件事情，像第一愿呢都是为了第十八愿服务的，为了让我们众生能够往生到这样好的国土，能让我们往生到净土呢，永远不受三恶道的苦恼而发第一没有三恶道的愿，为了让我们能往生到如实高妙的报土呢，发不更三恶道等等其他各条愿，也是为了让我们呢达成让我们十方众生能够往生而发他自己呢无量光明的愿。我这无量的光明就摄取那个念佛的众生，不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吗？那么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它起的作用就来自于第十八愿，因为要让十方的众生称念我的名号啊，必然回归我的净土，所以我发愿呢成为无量寿无量光明的佛。因为呢要发誓呢要尽未来际的度脱十方世界啊一切众生，所以发愿呢成为无量寿命的佛。那因为呢要发愿以他的名号来最简单易行也最殊胜的来救度众生呢，所以发愿让十方诸佛来称扬赞叹我的名号。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为了第十八愿而服务的，以第十八愿呢作为根本的目的啊。因为说起来也很简单嘛，我们办任何事情啊都有分目标，也有一个根本的目标，也都有我们的目的。比如说打一个比如说哈，像这个三峡的移民工程啊，那么三峡移民工程呢，它主要的目的啊是要移民。那么为了移民呢，它需要建一个新的村庄、新的城镇，然后要规划道路啊，要有公园，要有商店，要有住房，要有自来水啊，要有幼儿园等等这一切。那么把这一切做好了，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要把人移到这里来住。如果这一切都做好了，那没有人不能把移民移到这里来住呢，这个就是一个空城，没有意义。所以他不用说呀，我干什么，我是为了建房啊，建道路，建这个自来水管，建花园。虽然具体就某一件事情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只要说为了移民就可以了。为什么建这个村是为了移民？那么移民才是根本的一个目标。所以建这种种的分下来这些事情啊，都是围绕着一个根本目标。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呢啊，说我极乐世界怎样的庄严啊，怎样的殊胜利乐，那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十方众生移到啊，让我们呢移到极乐净土去速胜我刹受安乐，这个才是呢他四十八愿的核心。所以十方众生欲生我国，由此这是阿弥陀佛的成佛的根本。所以上求佛道是为了下化众生，为此目标呢而展生出展开其他四十七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像树一样，这棵树呢你握住根本了，那么整个的枝叶花果通通都有了。所以四十八愿呢，如果其他的愿不了解，你了解第十八愿的精神，专修念佛的话，其他四十八愿即使一个字不知道，
到达极乐世界呢，也是啊，一点点都不少你完全兑现出来。那么一个整体什么意思呢？一个整体就是说，这个第十八愿就好像一串念珠里边的中间那条线一样。这个念珠呢，有比如说100多粒，如果没有这串线把它串起来，它就是分散的。那么以这一条线呢串起来，它才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像一张网一样，这一张网呢，它有很多千孔万孔，但是如果把这个钢啊、网的那个大钢啊抓握住以后呢，所有的千孔呢都能收起来。四十八愿虽然内容非常广泛，如果展开来讲的话，还不是四十八呢啊，非常广泛很多。但是提这个第十八愿六字名号啊、念佛往生，这个是个纲要，把它一抓，通通都有了。那如果说四十八愿必须任何时候都要每一条愿来讲解，才叫做完整的话，那个四十八愿本身就不完整，就不是一个整体啊。因为是一个整体，你抓住它的核心啊，这个主要的地方就全部都有了。像我们提衣服一样，这件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有衣襟啊，有其他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只要抓住衣领呢，领子一提，全部衣服都提起来，是不是？那如果这件衣服啊，一定要抓领子，要抓袖子，要抓这个后襟，全部抓才能提起来，说明这个衣服裁缝没做好，分成几大片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是天然一个整体，你只要称念六字名号，全部都有，这个才叫一个整体啊、这是贯穿不变的宗旨。所以这点呢不矛盾，只是我们的学习的时候呢，最迫切要解决的是我们如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把这个呢突出出来。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疏》里边呢，还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四十八愿意义愿言。”在《观经疏》的应该是51页，对，51页。在《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在四世饶王佛所行菩萨道时发四十八愿，意义愿言，说每一条愿呢都是这个宗旨。那这样的解释也只有善导大师呢解释得出来，其他人哈就解释不出来。他说：“若我得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愿生我国，下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如果以我们从文字的解释来讲，第一条愿就不是这样。第一条愿是说呢，不更三啊，不堕三恶道。那么善导大师在这里呢是讲他的本质，因为第一条愿它是附带第四十八愿才有意义的啊，附带这个第十八愿呢才有意义。如果说没有第十八愿的话，第一愿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国无三恶道，那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众生往生，国无三恶道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第十八愿那个不堕三恶道的话，那么第二愿啊，没有第十八愿众生往生的话，第二愿也没有意义，乃至其他所有愿呢都没有意义，乃至第十二愿无量光明愿也没有意义。没有往生，你无量光明干什么呢？所以意义光明相续道，照明念佛往生人。有令我们十方众生往生啊，才是根本意义所在。那么也有莲友说到这个关于《无量寿经》的版本，本来这件事情啊是有些呢纷争。既然有问到，因为上次也提过，莲友说呢，说《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呢，你说要不是佛经呢，心中啊有点过不去。说不能信服。那我知道呢，大家有不少人呢读诵汇集本，也读诵了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个汇集本呢是很有感情。不过我觉得学佛呢还要理智，要理智思维。那么作为我们修学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啊，从谭鸾道绰到善导呢，我们所依据的这个传承，我们所依据的经本，传承的经本啊，有祖师解释依据的经本呢，就是康僧铠所译的《无量寿经》。那若以后人的汇集本呢，就失去了祖师解释的传承啊，这是第一点损失。那么第二点呢，这汇集呢，它是拿汉译本啊，汉译的5种本子，这种五种本呢，都是由我们佛经啊，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五种本呢都有原本就是梵文的依据，那么后来的汇集呢是拿这个五种
原译本它当然也不是说空穴来风自己造的，不是这样，发心也不是如此，事实呢也不是如此，不过呢它是取这五种原译本呢把它呢汇集成一个新的一个本子，叫做汇集本。按说这件事情呢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佛经啊是佛经口所宣，所以汇集本呢历史上呢也出现过三次，总共第一次呢是宋朝的王龙书啊有一个汇集本。那么龙书是一位修行净土宗的大德啊，他有龙书净土文的形式，劝化众生很恳切。那么龙书净土文在世呢也流行了相当的长的时间，到了莲池大师的时候呢就指出说这样不适合，那后来呢就很少流行了。那么清朝呢还有一位彭吉清居士啊也有汇集啊，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就是民国时代的夏莲居居士的汇集。那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呢对这件事情啊也有一些说法，说这样呢可能会引发人家以为后来的经典不是佛经口所说的，也不是从印度的原文梵文所翻译的，就是人家自己这么编出来的啊，这样呢会有这个损失啊，都对这些事情啊不提倡。那么虽然汇集的人呢用意很良好，那我是觉得因为佛经啊非常严肃，难免呢我觉得就保留他本来的身份就好。比如说善导大师解释的观经书，即使说到说啊欲写者一字一句不可加减，一如经法，那我们对他的尊重啊也像经文一样，但是呢不直接把它说成是经文，就说他是善导大师的观经书的解释，这个就很好了。那么很多祖师大德的文著作，其实呢他的教理他的文辞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位置是祖师讲就是祖师讲啊，这样呢比较稳当。那何况现在呢如果讲到五种原译本，你随便拿一部经典拿出来说这是佛经，没有任何疑义，这个历史也很清白啊，翻译呢也很明了，这个呢没有任何疑义。那如果拿了这后来的汇集本说是直接说成是佛说的呢，就有法师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怎么可能说佛说的经典后人有不同意见呢？那既然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就会引起纷争的，那我们还是要一个稳妥的才好啊。这个一个是从传承来讲，一个是呢不利于让人家对经典啊产生纷争来好，我们还是依据这个原译本。同时呢从汇集本来讲呢，大家如果回去看，因为一般的居士啊我觉得也不太了解经文的宗旨和核心，其实你不了解这些，你读诵它仍然有功德和利益，并不因为这样呢你读了就没有利益。像行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那写得非常的好，莲池大师的这个西方发愿文啊，还有这个戒杀放生文都写得非常好，都可以来背诵，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莲池大师写的，也不减少我们对他的尊敬心。那么像这个夏莲居士的汇集本啊，他有他的一番苦心，但我是觉得直接说他是佛所说的可能有所不妥。比如说就是封建的帝王啊，他对一件事情假如说呢对同一件事情他做过五次的指示，那么如作为后来的臣子呢，你可以直接说这是皇上在某某因缘情况下对这件事情做的这个圣旨怎么说的，你把这五次同样说出来都没关系。如果你把这五次所说的话呢你自己把它加加减减放到一块又不经过皇上的审阅，你说这个就是皇上所说的，你们觉得妥当不妥当？那么这样可能会招这个怎么说谤欺君之罪啊。那么如果你把这五次皇上所说的话你不经过皇上的审核，你就根据你做大臣的理解，因为讲话都有不同的对机，也有不同的场合，他有他表达的这个重点，那这呢是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何况佛的智慧啊是圆满无碍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平常的人说要达到这样说没有把它汇集在一起啊不产生任何的差误，这个是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难免呢引起对同样的经文都有不同的理解。那比如说汇集的时候历史上王龙书有汇集，那彭吉清呢就觉得汇集不够圆满，他再汇集，彭吉清汇集了，那么这个夏莲居觉得不圆满，他再汇集，夏莲居汇集的本子经过几十年又许多人觉得不圆满，将来别人再汇集到底以哪一个呢？这样就没有依据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看。那么从教理来讲呢，比如说四十八愿，
在这个康僧铠的译本当中啊，他的十八愿啊，这个每条愿愿文和他成佛之后果上的愿成就文都有对应的关系，那么汇集本里边就没有这个词，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条愿成就之后，释迦牟尼佛怎么解释是很对称的，那么回去看汇集本呢，失去这样的味道。那么尤其是呢，和我们往生最重要的三条愿，就是第十八、十九和二十愿，那么在康僧铠的译本当中呢，可以说呢文字简洁，义理简明透彻，在汇集本里边呢，他把它揉在一块，失去了很模糊混淆。你不研究教理呢，就随便读过去，如果研究的话呢，你找不到你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在康僧铠本子里边，第十八愿就是念佛往生愿，很明了，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么第十九愿呢，是引导诸行之人归入念佛之愿，说发菩提心，修筑功德。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下卷就解释呢，这个三辈用三辈往生文来解释第十九愿的成就，说上辈者呢发菩提心啊，这个行作沙门。那我这里呢有这个我们弘一寺印的净土三经的原本，有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还有康僧铠的原译本的无量寿经。那么在这个下卷呢，就是三辈往生文呢，就是说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然后中辈之人呢，是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梵祀沙门，悬僧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那么下辈之人呢，假使不能做足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生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那么这三辈呢，虽然都讲了发菩提心，也讲了其他的行法，但是呢不可少的就是说要一向专念。所以善导大师呢把这三辈文解释为无量寿经下卷啊，说呢一切众生根性不等，有上中下，上辈、中辈和下辈三等根基，随其根性不同，佛皆劝以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都劝我们专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第十九愿呢，就非常显明的看出来呢，是引导诸行根基的人，就是修行种种圣道法门，发菩提心啊，修足功德啦、啊，引导他们呢进入一项专念，不管你是上根、中根和下根。而观经呢这部经典，正是沿着这条路子来引导定善、散善、三福、九品，最后导入一项专念，这个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说临终之时呢，我来现前接引。那么第二十愿是指什么呢？第二十愿是指呢今生啊，这个愿文是这样讲的。受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随者不取正觉。这条愿叫做果随愿。所以不果随者不取正觉啊，是说你最终呢要达成目标和愿望，结果啊满遂他的心愿。那么这条愿呢，在三愿当中啊叫做来生，就是来生果随愿，就当生啊。因为第十八愿和十九愿，第十八愿是指当生就决定往生的，这一生如果你专修念佛不往生，则我不成佛。那么第十九愿呢，也是誓愿他今生所得到的利益。那么你修诸功德，种种的诸行回向，导入念佛，临终之时必来接引，也是今生必定往生的。那么还有一个众生呢，漏落于，就是啊，他是将一般佛法来讲呢，就是结缘下种之辈。他在佛教里边呢，简单结一个缘，又没有发出至诚心，也没有一向专念那样的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也还没有呢通过诸行回向，只是听到这个净土法门，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又退堕下来。那么即使这样的众生呢，阿弥陀佛还要为他发第二十愿，说你曾经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哪怕你曾经执诸德本，就德本就是功德之本呢，曾经像这个种树一样下过种子，那么即使今生不得解脱，未来的话呢，我也就是这个
不果随者不取正觉，令你啊毕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此来讲，这三条愿呢它就非常完整，不管是就是正当机，因为佛度众生啊有正所辟机，也有这个结缘下种这个结缘机，佛讲法都这样的。正对机呢就是你当生就得利益，当下得利益，那么结缘机呢是你今生不得利益，未来还要得利益。那阿弥陀佛这三条愿呢就含有这样的次第，十八十九呢是今生正对机，那么二十愿呢就是结缘机，那么十八愿呢是真实唯一念佛展示阿弥陀佛的真实本怀，十九愿呢就是方便导入真实，这样三愿的次第关系非常鲜明。那如果依照汇集本，那这个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呢，这些是从教理的研究来讲啊，它是很有说法的。作为正义经典啊，是一宗教理建立的根本啊，不是小事情。当然，作为一般的信众啊，他也不了解这么多。那么你读诵这个汇集本呢，仍然是有功德，并不会说你读了就没有功德了，不减损。只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法门建立大根大本来讲，如果说出一个一二三，那就是要以佛所说的经口所说，没有疑义的，而且是历代风行啊，这个诸位祖师有传承的，这样才稳妥。关于这三条愿呢，当然这次可能就没有机会来详细说明它，未来有机会呢，这三条愿其实可以单独来解释说明。比如说我们这个第十八愿哈，第十八愿是九句话三十六个字啊，十七愿下面就是第十八愿。在康增凯的翻译本当中呢，第十八愿的成就文也是和第十八愿很对应的关系的啊。说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这就解释这个智行信乐啊，乃至一念是解释乃至十念。然后智行回向，愿生彼国，这就解释说欲生我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这就是解释呢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下面说呢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是非常吻合。那么讲到三辈往生文的时候呢，说上辈之人呢舍家弃欲而做沙门，这个当然值得鼓励了，这个是上等根器的。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这三辈往生文呢，他不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不谈往生净土之后的辈品差别，而是说这三辈啊是指这个世界众生的根基。佛说一切众生呢根性不同，有上中下，随其根基不等呢，佛皆劝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上根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舍家弃欲行作沙门的人，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这样的人也应当呢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那么中辈的人，我做不到出家啊，舍家弃欲，那么中辈就讲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啊，这一点也可以通融。你做不到出家，那么可以呢退而求其次，你应当怎么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就说你可以不出家，但是呢这个专修念佛不能改变。那么依你的根基呢，可以是哪种根基？是能够在家修行这个福业的，多少修善，奉持斋戒的，其利他相，犯死沙门，这样的人也应当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么下辈是什么样的人呢？下辈者虽不能做足功德，他什么功德？出家舍家弃欲做不了，在家呢做这种种功德也做不了。那么这些做不了，你还是应当如何？这样的根基呢，应当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所以这个是不能改变。至于说这三辈里边都谈到当发无上菩提之心，那么无上菩提之心呢也有两种啊，一个就是净土门所谈的菩提心，那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净土门的菩提心。坛上大师说啊，愿生心即是菩提心，因为我们也解释过了，我们愿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啊，就是要到净土去成佛的。我们只要愿生极乐世界，决定可以往生，往生决定能成佛，成佛决定度众生。所以菩提心就是求佛果之心嘛，愿成佛的心呢。那么一个呢是在自己在这个世界啊发四弘誓愿，修行菩萨恨成佛，这样的自力菩提心很难发得起来，以促进啊欲尽逢缘呢，我们就退失掉了。所以舍利弗尊者尚且有退心的因缘啊，退心这件事情
何况我们凡夫呢很容易退失，所以为了保护念我们呢，让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里讲的发菩提心呢，是作为圣道法门的一种修行方法，把这种功德呢回转趋向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也就像呢观经九品当中的三福业里边讲的发菩提心，是作为呢一般性的修持方法，一般圣道门的发菩提心呢，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间呢难以成佛，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回转趋向啊，是有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呢近第十九愿讲到念佛之外于行的含义，是引导诸行根基的人都应当的归入念佛，如同善导大师啊在观经疏里所解释的，引导定善观散善观种种根基的人归入念佛所说。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呢，还有一段文也往往呢有莲友来问，是说呢在这个世界啊，在此世界行善一日胜在无量寿国行善千岁，对吧？大家有人有没有学过这一点这个有经文呢，有这一段，有人就怀疑了，那么在这个世界行善一天就抵得上超过在无量寿佛国行善千岁，那干嘛还求往生呢？在这个地方加工用道修行不好吗？那么其实这一点呢，他不是说真正来讲极乐世界都是阿比巴智的菩萨，我们在这里都是贪嗔不净的凡夫，怎么可能贪嗔不净的凡夫一日行善超过阿比巴智千岁功德呢？那这个呢是要说明什么？反显极乐世界啊成佛非常容易，娑婆世界呢行善太难，所以呢你应当求往生。就好像这个像这个行船吧，逆水行舟，对不对？那么你逆水行舟呢上一尺，因为太难了，那要超过呢你顺水行舟能够数百里，你顺水行舟呢都非常的快捷方便，不是说你这一尺就比人家一百几百里还长，说明这个非常难。我们在娑婆世界啊想要修行的话等于逆水行舟，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代价，然后呢得到的果报很小。再一个说明我们娑婆世界都是恶人，恶世界极乐世界啊其他国土啊都是自然行善无毛发之恶，连头发丝那么大那点小恶都没有，所以呢人家自然成佛。在这么恶的世界里边，你居然还能够念出一句佛，你居然还能够发出一点善心，难中之难，非常难。这个从反面呢来鼓励我们这份善心，同时呢劝导我们应当求生极乐世界。就好像啊这个穷人呢他做功德，那么富人很有钱百万千万，他捐出一万块啊不为难，这个穷人呢整个的家当就是一件衣服，他把这件衣服捐出来说，哎呀你这件衣服捐的功德比那个一万块还大，这也是就他发心而论，你这样很不容易，并不是说这件衣服本身的价值超过一万块。这个呢是通过比喻来说明啊，在这个恶处的世界我们要发心行善，善心啊非常微弱，修善的力量呢推延很多难以相续，所以是个恶缘充满的地方，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说你稀有难得，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发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才是永远呢离开这个退缘堕缘的地方啊。佛讲啊意思在这里。还有无量寿经里边呢有在下卷呢有大段呢说到三毒五恶啊，有相当长的这个经文呢说在这个世界要戒贪啊，要戒嗔，要戒痴，然后呢有五种恶，第一大恶一痛一烧叫三毒五恶断。那么这三毒五恶断呢它有两种意趣，第一个它这个经文的次第来讲呢是在讲述完毕极乐净土的庄严之后，也讲述完毕呢众生往生净土的方法之后，因为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容易，而来戒指我们说呢你应当谨慎莫犯这样的过失。这个就像
这个第十八愿所讲的意指门啊，不要犯这样的过失，是应当呢，摒弃三毒而修持啊，这个少贪少嗔少吃，那么呢，应当呢，来摒绝五恶，这五恶就是世间的所谓的，反过来就是仁义礼智信，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这是要戒止我们。那第二方面说明呢，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他的根基就是如此，来照用这段经文呢来照明我们凡夫的根性就是如此，应该呢心怀惭愧啊，这个认识到自己根基低劣而来老实念佛。那么这样有什么依据呢？这段文的开始哈，它的衔接是这样子的，在释迦牟尼佛讲完了极乐世界的庄严和众生往生的方法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果报之后，那么底下世尊呢要劝诫我们了。那佛告弥勒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系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啊，极乐世界啊这样的好，声闻菩萨功德如此殊胜，国土如此庄严，然后底下说呢，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格勤精进，努力自求之。这么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努力行善？应当念道之自然，往生极乐净土啊，是阿弥陀佛自然所牵随。你只要愿意去往生，阿弥陀佛本愿力决定啊，令我们呢决定往生，着于无上下，就是极乐净土啊，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这个上下的区别，洞达无边际，完全的是神智洞达啊，贤同 一等，都是虚无之身，无极之体，无有边限，这说明呢功德利益之广大。一格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应当啊精进求法，应当呢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愿意去往生呢，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只要一心求愿往生，必然啊，必定往生，横劫五恶去，恶道自然闭。啊，人呢、啊，天呢、啊，地狱恶鬼畜生呢、啊，这个五恶道自然关闭了。所以，以往生极乐世界来讲呢，在这个世界的人天善道，仍然还是恶道，不是善道。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生道无穷极是说呢，往生净土极乐世界啊，开悟无边，悟得无生无量无生法忍。那么说是无有边限，无有穷极的最高了。结果呢说一往而无人，非常容易往生，因为大家不能信顺，都在忙世间这个不愿求往生，都在忙世间这些啊无意义的事情，堕落的事情，所以佛的悲心呢、啊、很怜悯，说这么容易往生，结果世人呢迷惑，在造三毒五恶的罪，结果呢很少人去往生。所以有人就悲叹了、啊、你说那么容易往生，这个世界没有人呢、啊，是啊，确实很容易往生，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人呢？一往而无人，他们不求往生，他们不信顺，他们造作三毒五恶，他们看不不能洞察世间的这些过患。说其国不立为自然之所迁，往生极乐净土啊没有任何的障缘，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被佛的光明愿力自然牵随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你看这一段呢就讲了好几个自然，说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其国不逆为自然之所迁，横劫无恶道，恶道自然地。什么叫自然呢？自然就叫反而自然，它本来如此。比如说长江水就往大海流，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不加人为造作。比如说一些东西苹果熟了就要往地上掉，这是自然而然。我们念佛就回归极乐宝国，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不管如此啊，不论这个长江水黄河水你是清，长江水比较清，黄河水很浑浊，但是呢大海没有选择，一到大海里边就跟大海的水一样，同样的一样深，同样的广，同样的一个味道。我们虽然不管清净心还是染污心，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回归极乐净土，这个叫自然。自然就不是我们的造作，这样可以吧，那样不可以吧，没有不可以啊，都自自然然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人为的造作，免除人为造作啊，只要专修念佛呢就顺佛本愿往生净土。所以才说呢一往
啊，一往而无人。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那么世尊呢、啊、很悲叹，说为什么世间的人看不破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虚幻的幻象呢？为什么心中不能够放弃这些执着呢？应该勤行求道德，极乐净土呢就是啊无上佛道，圆满功德，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啊，可得极长生，得到无量寿，受乐无有极，受命啊这个涅槃之乐没有限极。接下来呢话锋一转，世尊呢就是很悲叹了，说然世人薄俗，共振不及之次。但是世间的人呢、啊、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容易往生的地方，他就不能听信劝导，他干什么呢？很显薄啊，这个俗了俗气。怎么叫薄俗呢？共振不及之事，往生大事才应该积极办理。结果呢大家都在争那些不着急的事情，底下就讲哪些不着急的事情。于此巨恶极苦之中，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极大苦恼这样的世界里边，他们干什么呢？勤身淫物以自积极，自己啊在那里忙忙碌碌啊，挣钱啊，为名啊，为利啊，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有钱财，有无同然，忧思事等。不管是有尊啊地位尊贵的人，还是地位卑下的人，无尊无卑，也不论是贫人贫穷人，还是富贵人，也不论是啊年少者年老者，男人女人，大家都在忙什么呢？共有钱财，不求往生西方，叫不了赚钱呐、啊、发财呀、啊。有无同然，有了钱他还要得忧，要更多的钱，没有钱他也是忧愁这件事情，并不因为有了钱就忧愁，就不忧愁了，照样忧愁，叫有无同然，忧思事等，忧虑啊，思考啊，啊种种的这个思绪啊，紊乱啊，不管贫富都是一样的，都是苦恼埋没当中，贫盈愁苦，累念极虑，唯心走使无有安时。这个就是世人的心态，世人的状况，他们在那里呢这个费尽心思啊、这个巧取豪夺，内心呢充满了忧愁和苦恼，那么呢白天晚上所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念念所思，累念极虑啊，这个想的都是这些，为了发财干什么事，出去旅游也想着发财，见了张三也想着发财，两脑子钱也要赚，反正认钱不认人，总是想发财，累念极虑，唯心走使。他在世界上这么忙，说这么忙，忙什么？这颗心被这个心啊所驱使，跑东啊跑西啊，说啊搭飞机到哪里去，其实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驱使我们往东往西到处走。而我们今天来到法堂里边也是唯心驱使，我们为一个要闻法的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把我们引到这个地方来。你那些大街上在跑的，他们又到这个地方谈判，那个地方做生意，那个地方做买卖，他们为了钱到他们的地点，我们为了法到这个地方，所以都是心呢驱使我们，无有安时。我们来闻法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世间这些事情呢没有结局，没有了结，没有安稳。那底下就讲了很多了啊，所以三毒五恶是来戒劝我们应当呢看破世事，放下呢世间的这些钱财啦、名利等等，应当一心呢求生西方净土，专念弥陀名号啊，这是这一段文的含义。在《无量寿经》里边呢，有一次，整个极乐的景象啊显现在阿难的面前。在《观经》里边也有一次，啊，阿弥陀佛还有观音世智呢，显示在维提西夫人的面前，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引导十方诸佛来到他的宝怪头顶当中呢，光台现出十方诸佛国，然后在第七观里边又说呢，阿弥陀佛住立空中，观音世智呢势力左右，光明炽盛，不可拒见。这是在讲这三部经的时候啊，这两部经当场就极乐世界的景象呢显在当时的地基众的面前。很遗憾我们当时不在场，如果在也看到了。阿弥陀经呢
没有这个极乐景象的显现。阿弥陀经是为佛五诸恶世的众生所讲的，不过阿弥陀经有一个殊胜，是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这是阿弥陀经特别殊胜的地方。这个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讲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呢，在咐嘱阿难啊，咐嘱弥勒菩萨等等，然后呢就告诉阿难说，阿难啊，如起更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阿难你起来，你呢把衣服啊整理好，合掌恭敬来礼拜无量寿佛。前面都讲了这么多了，叫他现在礼拜无量寿佛。十方国土诸佛如来常供称扬赞叹彼佛无着无碍。十方国土啊，所有的佛都在赞叹这尊佛。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要神力加持，让阿难和在场大众啊都要亲自睹见无量寿国的庄严景象，不光是说，当下让他看。于是阿难起整衣服，正身西面，合掌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白言。阿难啊，蒙佛的教示啊，就起来把衣服呢整理好，然后呢向着西方啊五体投地顶礼无量寿佛，这个禀白世尊，世尊愿见彼佛安乐国土及诸菩萨声闻大众，说我啊还在座大众啊，我们想亲自拜见比阿弥陀佛安乐国土还有比阿弥陀佛的无量这个菩萨大众。说是予以，即时无量寿佛放大光明。这句话音刚落，当下即刻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金刚为山，须弥山王，大小诸山，一切所有皆同一色啊！无量寿佛马上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然后所有世界虚空天地里边所有的一切万物都是一个颜色，就是阿弥陀佛的金光之色啊，都照过来了。下面比如说呢，譬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懈，晃洋浩瀚，唯见大水。好像啊，这个在这个劫灾的时候呢，劫水啊无量无边弥漫世界，其中啊所有东西啊都被大水淹没了，看不到了，只能看见呢浩浩荡荡渺渺茫茫一片大水。这彼佛光明亦复如是，无量寿佛的光明放大光明之后啊，整个世界就隐没掉了，淹住了，盖住了，消失了，只能看到什么呢？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皆悉应蔽，唯见佛光灵耀显赫。文殊师利菩萨啦，这个大普贤王菩萨啦，其他所有菩萨那个阿罗汉他们本来都有光，无量寿佛一放光了，所有的光都没有了，就好像太阳光一出来，蜡烛啊萤火虫啊灯光啊通通都盖掉了，没有了。那这一段经文哈也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就说明我们专修念佛的人一心归头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光明在我们心中啊所照耀，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还有不足，我是不是还要再去念念别的菩萨，一切菩萨的光明都看不到了吗？你再去念哪一个菩萨呢？所有的菩萨都在阿弥陀佛光明里边了，唯见佛光明耀显赫了，你这样就会一向专念，所以心中只有佛光，心中只有这一尊佛，所有的菩萨都收摄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不是说排除他们。那么同时说明呢，这个修行念佛的人呢，内心啊放下自我自力修行的执着，菩萨是有功德智慧的，有光明，但是菩萨呢来念佛的时候，菩萨也不会宣扬说我有功德智慧，我念佛我往生靠我的力量，他也没有这样认识，因为他的光已盖住没有了。那阿罗汉呢有功德智慧，也不会说啊我靠我阿罗汉的功德，也不是，也靠佛的光明，也是给这个盖住没有了。那么都虽然说都盖住没有了，不是说损失掉了，反而是呢提升到佛的档次，说唯见佛光明耀显赫。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我们每天念十万声佛，也不认为自己呢哎呦我有多大的功德了不起，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即使我们出家啊，即使我们多少修善多少持戒，也不把这点从念佛里边单独拿出来说，某某人呢你只念佛，你看我超过你，我还有持戒，我还有修善，我还有这个诵经，你这样能够拿出来看，说明你呢没有
不是那个唯见佛光名耀显赫，那你内心里面有自己的东西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即使能做一点点都是很卑劣的啊。这一段经文呢是有它的意义。尔时阿难即见无量寿佛，威德巍巍，如须弥山王，高于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弥布照耀，此会四众一时悉见。这个时候啊，阿难就看见无量寿佛啊，高大显赫啊，所有当时四众弟子统统都看见了。很遗憾我们还是不在场，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在这里过一把瘾。比见此土亦复如是，极乐世界的圣众啊，看见这个世界呢也一样，彼此啊一点隔阂没有，都看到了，所以这个不是假的。儿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跟阿难呢和弥勒菩萨讲，汝见彼国从地以上至近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唯悉见否？说极乐世界啊，这样的清净庄严你们都看见了吗？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哎呀，世尊呐、啊，我确实看到了，确实如此。如您复闻无量寿佛大印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啊，无量寿佛在那里啊，用广大的音声变化一切世界众生，你听到了吗？阿难对曰，唯然已闻。哎，我听到了啊，无量寿佛梵音震响四方。然后世尊呢，又问了，彼国人民乘百千游巡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汝佛见否？阿难对曰，已见。哎呀，极乐净土的人民啊，他的七宝宫殿有百游巡千游巡，广大无边，没有障碍，可以，我们说坐飞机，他是呢趁着这个宝宫殿，七宝宫殿无所障碍，可以遍至十方来供养诸佛，你看到没有？哎，看到了，这一切啊都历历在目。然后阿难啊，这个世尊又问了，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佛见否？说到极乐世界啊，有胎生，胎就像我们啊，像这个是一个用我们世界的一个词来形容呢，像这个到娘胎里一样。帝曰，已见啊，也看到了。哎呀，极乐世界这么好，也稍有不足，还有胎生，怎么样胎生呢？底下就来描述胎生的状况。起胎生者，所处宫殿或百游巡或五百游巡，各于其中受诸快乐，如刀立天上，一皆自然。虽然说是胎生呢，它也很广大。那么这个胎呢，又叫宫胎，又叫宫花，又叫胎宫。怎么讲呢？从外表看呢，它像一朵莲花，就是一朵莲花；从里边看呢，它就是一个宫殿。所以善导大师叫做宫花。那么就是莲花胎啊，包的没有开啊，包裹在里边。外面看是一朵莲花，它在里边是个宫殿。里面有多大呢？有百游巡、五百游巡。这些众生在里边呢，就受住快乐，像我们这个世界刀立天上一样的快乐，都很自然，不加造作。儿时，慈氏菩萨白佛言：“啊，弥勒菩萨带我们问了，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身？”说世尊呢，什么缘故，极乐净土的人有胎生还有化身呢？化身就是极乐世界莲花当下打开化身，不在莲胎里边。胎生就在里边待一段时间。佛告此事，那下面来解释了。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有疑惑心，但是他也修诸种种功德，定善啊、散善啊、三福回向啊等等这些啊，但是他有疑惑心，这样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论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对于佛啊这种啊不可思议的佛智，佛智是总称。下面呢说到五点啊，这个所谓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论最上圣智等等，对这些呢于此诸智疑惑不信。啊，我这么罪业重，果然念佛就能往生吗？他那么这个下等根基，念佛一定往生吗？内心啊有疑惑，不敢相信。然由信罪福，
修习善本，愿生其国。虽然呢不能临幸佛智啊，但是呢他还信罪福，就说因果报应，相信因果报应啊、造了恶要受恶因的受恶果，修善呢得善果，造罪就受苦，修福呢就享乐。所以呢由信罪福，修习善本啊，来念这个修种种的善事功德，用这样呢作为好像本钱回向一样，愿生其国。此诸众生身比宫殿，寿500岁。像此类的众生呢，就生在这个七宝宫殿之内，500岁之间呢，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土为之胎生。他在莲台，在这个宫殿里边，500岁的时间呢，第一点不能见佛，第二个不闻经法，第三呢，他不能见菩萨声闻圣众，所以佛法僧三宝啊，有这个隔啊，有所隔障，这样于彼国土叫做胎生，好像我们世间的婴儿在母亲的胎里边，隔开了啊，包在这里边没有出来。那什么叫化身呢？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作诸功德，乃至圣智就说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啊，作诸功德，信心回向。那么这样作诸功德，信心回向指什么呢？明信佛智，作诸功德，信心回向，就是指第十八愿专修念佛，至心信乐。信心就信阿弥陀佛名号，所以明信佛智就是信这句六字名号，是阿弥陀佛智慧的结晶，阿弥陀佛光明智慧的本体。我们相信念佛必定往生，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佛智。做诸功德就相续念佛，这句名号呢包含万德，一切功德在啊都包含在之内。当然念佛之人他也可以随他的根基，上辈中辈下辈都可以呢广行诸善，这也含在念佛之内。此诸众生呢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他们呢不要经过500岁这么一个莲花胎里边，在莲花里边呢自然化身啊，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刹那之间呢，他的身体的大小，身上的光明和其他的诸菩萨呢都是平等具足成就。那么这个呢叫做化身。好，谢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